当场你问什么样的问题，不管你问前世的问以后的什么样的问题，我都会给你们回答，而且当场给你们看，大概有一个小时。现在三点一刻，三点半的台长再上来，现在据说早了一点。啊，你说。讲到什么叫图腾，我还没听说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图腾告诉你们啊，对，对不起啊，那个，谢谢，没关系。图腾是什么呢？图腾就是当台长的眼睛呢，一个人呢，比方说你们今天在这里，你比方说叫王小义，你今天叫王小义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王小义在天上有一个王小义，明白了吗？是图腾，比方说他属猪的，我在天上就看见他这个猪。他属猪的，如果我看见是白猪的话，说明他长得很白，他要多穿白色的衣服，你明白了吗？我看的就是他天上的，如果这个猪走在悬崖上，就是说明他马上要面临着危险，如果这个猪腿瘸着的，明白了吗？说明他这个手臂啊受伤了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他这个猪的图腾和对方另外一个图腾两个打起来了，那么这个图腾就说明他只要问我说我跟我老婆好不好，我曾经看见一个兔子和一个老鼠打得天翻地覆，那在图腾上打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哦，你们两个打得一塌糊涂，他不肯讲给我听，那就那你帮我看看我们夫妻两个好不好。我说你不要考我了，台长如果不灵的话能看十几年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一看之后，我说你们马上要离婚快，打了这个样子，哎呀，对呀，离婚状子已经递上去，给律师，就是这就叫图腾。但是呢，人叫王小义呢，可能地府上还有个名字，地府啊还有个名字，所以一个人的名字有下面、人间、天上。台长看的是你们天上的图腾，好不好？图腾很形象，待会儿你们要是想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你这个老鼠怎么样啦、啊？那个老虎怎么样啦、啊？你们想知道，我会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好，卢台长。哎，你好。第一次听到你的讲课，真的很震撼，感觉就是很喜欢听你讲课那样子。嗯，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，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如何帮我妈妈，就是。就是把她的身体搞好那样子，嗯，因为我妈以前就是有堕过胎，是吧？然后她不知道，她想考虑一下，就是她到底，比如说身上有没有灵。小姑娘，你现在先告诉我，你比方说你想问妈妈还是问爸爸？问妈妈。妈妈属什么的？几几年的？只要讲几几年属什么就可以了。几几年？哎。63年1月16号是老虎的是吧？啊，你的腰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你要给台长鼓励的，否则我躺不住。第二个，你这个人有贵人缘，就是你一生当中啊，有两三个很难过的关，但是呢，都有人帮助你过去了，对不对啊？第三个。你不应该穿这种衣服，你应该穿花衣服，因为你这个老虎是花瓣服，很漂亮的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还有一点，对你老公要稍微温柔一点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嗯，你就是要看看啊，我给你再看看啊，啊，63年属什么？属虎的是吧？啊，你有打胎的？对对，是的。啊，这个孩子在哪里呢？告诉你，在你的肠胃上面，小腹上面，肚子这里。所以你的肚子肯定肠胃不好，经常比方说有肠胃啊，或者便秘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大家知道刚刚鼓掌的是他先生的一个人，他明白了吗？好啊。我还有想问一下，就我的婆婆07年过世，我想问她在哪里？嗯，
一般呢，本来是问一个，再给你带一个吧，好吧？哦，谢谢。啊，没关系，再说吧。谢谢。啊，你婆婆什么？啊，你的叫蒙玉坤。蒙是怎么蒙啊？蒙古的蒙。没有这个字，孟子的孟吧？蒙古的蒙。啊，蒙古，我说猛虎的猛啊，蒙古是不是也是我的？蒙就是什么马？啊，蒙古的啊，蒙古的蒙，蒙什么？蒙玉坤。玉就是玉石的玉。嗯，坤就是、一个提手一个身。什么时候过世的？2007年4月底。讲话给你听，你是你婆婆是吧？是的，嗯。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。是的。她先生要鼓掌。第二个，你这个婆婆很厉害。第三个，她现在的地方不是太好，但是还有救，在地府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在地府，就是还没投人。不是太好。但是呢，如果在地狱就很糟糕了。他在地府，你念21张小房子，还能投人或者到阿修罗道去，到天上去，好吗？好，我可以讲给你听。你先生，我再叫他鼓起掌，你们要不要来听啊？我讲给你听，你婆婆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那头发往后梳的，颧骨有点高，长得有点像男人的脸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是不是好了？好了，谢谢您。好，换人。啊，你们鼓掌不热情，台长讲不动了。是，抓紧时间多给你们讲讲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讲。我非常非常的感谢，就是我有缘人在这里。我呢，很小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我今年要将近要52岁，我很小的时候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对玄学很感兴趣。那是中国比较封闭啊，我只要我到旧书店去，那是十几岁真正的一点年纪，我感觉我好像天生对玄学很感兴趣。然后我爸妈呢，我在门口看见一个小姐，我就说我盼了几十年，然后我到这里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然后我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台长，是我想得到的，好吧？然后我长话短说，然后呢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女儿什么时候能到美国来求学？因为，我们两个人已经分开很长时间。属什么的？她是属狗，小狗狗是。几几年呢？1994年10月27号。哦，她申请过了，申请过了已经。对。鼓掌。哇，脾气很倔啊。对，他很有个性，他真的能力蛮强的。聪明，很聪明。Yes。我看看啊。属狗的是吧？对，属狗的。几几年？再讲一遍。1994年10月27号。好像在中国的南方啊。是在中国的上海。能过来，稍微还要拖点时间，不是这么快，要叫他补充材料了或者怎么样啊，可能是这样。对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可能意外啊，因为由于我身份的关系，然后呢，3年1签的。我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我还没通过呢。然后我妈妈去世之前呢，我没有到上海，所以就是说，今天台长说这个话，我全都能有感应。我妈妈呢，就是说7、8年以前呢，就有点脑萎缩，所以有点痴呆症什么的。你说痴呆症，她在临死之前，在上海市静安区中心，医生说了几次，她说今天一定要走掉，今天一定要走掉。然后呢，就是上，就是过了一天又一天，闭关合谷。很多人管他在这里，然后你没去，他也不肯走，然后呢？不要着急啊！哎，对，然后呢？我后来呢？这个护士呢？有一个老护士可能有点懂这个道理，他说呢：“哎呀，我讲一点可能中国人说的老法就是，他说你这个老伴可能还有点事情，可能有点什么放不下来。你们是不是还有女儿或者儿子？因为他们
他这个老护士不知道我们家里有几个孩子什么，他说你是不是有孩子没有到场，他不肯闭眼。然后我爸爸跟他讲，他说我有一个女儿在美国，他没有 IP 还没有不能过来。然后呢，我的爸爸就摸着我妈妈的头，他说你走吧老爸，你这样很痛苦，他以前你在世时候他呢对你很好，一直寄钱给你，他说你妈妈你怎么摸他头，你到天哪去吧。他说呢他会 IP 吧，他会过来，他你在世你对他很好，不要难过啊。对，我想问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。好的，你还好你现在碰到台长了，因为很多人真的很可怜，到台长这里比他还要难过的，有很多老妈妈自己老公老伴过世的时候，他就到我台长这哭，他说我一辈子对不起他啊，怎么怎么，后来心里一直难过，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这里，后来通过台长帮他这么选个方法念经之后，他做梦做到他的先生来看他，而且笑笑的跟他看他，他从来做不到梦的。所以你现在不要着急，我现在给你看啊，你告诉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他姓朱，就是朱，就是红色的意思，朱朱碧友，鼻是就是繁体字写法，一个弓当中有白，一百两百的白，在三个弓，就是说当中有一个三个弓，哦，就是弓弓箭的弓，弓箭、啊、弓在中间有一个白，就是中国很有名有一个将军叫任弼时嘛，就是这个鼻。哦，就是这个笔，一个弓中间有一个白，在旁边有一个弓。朱碧友，友是有没有的有，有的有，有了你的朱碧友。几几年过世的？他是2007年1月28号。啊，你爸爸是个干部活着的时候？是我妈妈过世，我爸爸是那个小干部。小干部是吧？我爸爸是一个小干部。你现在叫我看谁啊？我现在叫你看，就是说我妈妈的，我妈叫朱碧友是吧？我妈妈叫陈小妹，陈，对对，少了少了少了，陈耳朵陈，大小的小，妹妹的妹。你妈妈过世的时候，其实魂魄已经不在身了。魂魄已经不在身了。那么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妈妈有一个姐姐，也不知道妹妹，跟她两个人关系不知道特别好，也是不特别不好，跟她两个人有一个是死掉了，这个人把她拖走了。你说的完全对，是她姐姐。是她把她拖走，而且脸长得也很像。蛮像的，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吗？好。所以还要给他看看在哪里吧。啊，好，对。台长服务到家了。叫王小。叫陈小妹，耳朵陈。大小的小，妹妹的妹。麻烦呢、啊，很遗憾，投人了、啊，投人了，投人了。哎，你做梦做不到了。偶尔做到，但是你最近就是最近走的。对对，就是最近做到，就是平时生活的情况，就是以前我的情况。而且我问你，你给他念过小房子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走的时候找人超度过吗？也没有。也没有是吧？嗯，对。刚走的。投人了啊，投的是个男人。哦，因为你妈妈的脾气性格，活着的时候也像男人，很倔。对，很倔。我想最后问一下，我爸爸跟我妈妈的时候，就是说在他们结婚以后一直吵到死，一直吵。你想知道他们两个前世是什么？对对，就最后一个问题就。最好不要知道好了。因为这种事情如果知道了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哦，好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谢谢台长。台长有时候开心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讲很多，比方说，哎呀，正好看见他跳出来了，我就顺便就讲给你们听了，好吧？你说卢台长你好，我想问一下那个长话短说，我想问一下我的身体状况。好。那个你是叫属什么属什么几几年的？我是1962年属老虎的。你是啊？1962年属虎的。
1962年属虎的。啊，你这个老虎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长得像牛一样。这个老虎的样子在图腾上像牛，就是没用了。老虎因为敢冲敢撞的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被人家欺负的老虎，对不对啊？是个纸老虎。是个纸老虎，美帝国主义的。那么接下来告诉你，你的身体台长给你看了一下，首先你内分泌失调，睡眠不好，对不对啊？第二，你的颈椎不好，脖子。脖子，应该可能是因为颈椎的问题，有的时候会压迫到心脏。嗯，对，大家看见吗？你这个背这里也不大好啊，背啊，背不好。你这个背和心脏这块地方啊，就是后面到前面就这块地方都不好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。因为我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叫 WPW。你这样啊，你讲给我听这个地方了、啊，我帮你伸进去看了仔细啊。嗯，我就是心脏，它有一个我。你用不着讲的，你就说心脏，我就给你伸进去看。几几年的老虎啊？62年的老虎。哦，你的心脏啊，在这个地方下方有一点好像像粘连一样的，好像不是很正常的，到这个地方有一块小黑的东西，好像就是血液走的时候走到这个地方就不好，你明白吗？应该是那个英文它的名字叫 WTPW、嗯、应该是说就是我的心脏比别人多出了一个管子，听到了吗？所以有的时候造成那个心跳过快。嗯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，哎，好像跳过去了，走到这跳过去了。台长是不是医生啊？所以我讲不出，我只能看出你里面的运作。所以你不能多吃油腻的东西，你的血凝度一高，你心脏就不舒服了。吃多了以后会变这个样子。听到了吗？嗯、好不好？嗯嗯。好，换一个人。卢台长你好。哎。嗯，很激动啊，可以见到你。首先呢，非常感谢方秀琴老师给我提点啊，他让我念了49遍主题神咒，所以说被抽到，而且我很在意自己念了7遍的大悲咒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是想问一下，先问一下我的妈妈，她是1955年属羊的女士，请卢台长看一下她的图腾有没有灵性的业障，是什么颜色的羊？因为我妈妈名字已经升文了，现在是否生效？那么你索性55年属羊的是吧？对。哦，你妈妈现在有点偏胖了。是有一点。对，你妈妈人挺好的。嗯。这个羊啊，吃苦耐劳，吃很多的苦。是，一辈子非常辛苦。嗯，劳碌命。而且你妈妈这个人，你别看她。他还能赚到钱，你明白了吗？他这个身上的羊毛很多，所以你妈妈虽然你看他在家里，他会有点钱的，对不对啊？是的，是的。很多是他爸爸给的。没错，没错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什么都看得见，麻烦了。嗯，讲吧，再说下去。嗯，我看看声纹有没有效果。对，现在改成什么名字了？旧名字不要讲了。现在叫王子华。什么？我三横一竖的王。王子是儿子子，华是中华的华。王子华。声纹无效，找不到这个人。嗯，再生一遍吧。过去叫什么名字啊？是王建华，建设的建。还在呢？没事啊。那刘台长，我妈妈已经念了80张小房子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收到呢？这样。收到了。你妈妈过去的腰
这个地方啊，腰背很差，你妈妈好像还动过一个手术。她是达贵孩子，对。嗯，看见了吗？她做过一次手术。啊？她也做过一次手术。嗯，还做过一次手术。台长看到她是做过手术，是内脏手术，是好像是肠里的这个部位，好像是。阑尾。阑尾，看见了这个。看得很清楚的一条，没有办法的，好吗？现在已经解答你的问题了，你妈妈声纹无效，再给她抄声纹一遍。那为什么看她身上现在还没有灵性和业障呢？属什么？属羊，1955年。走掉了，走掉了。念经的孩子打掉的孩子已经走掉了。谢谢。嗯。罗太长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再问一位先人呢、啊？盲人呢、啊嗯？好了，快点吧，快点吧，一般只能问两个。这个是我的姥爷，他叫王福资，王是三横一竖的王，福是幸福的福，滋是滋润的滋，去掉三点水。滋润的滋。滋润的滋，去掉三点水。王福之，哎呦，这人不错啊，过去很有造诣啊，好像在艺术方面好像很有接触的。其实我不太了解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在天上。嗯。谢谢你。你老爷干什么的过去？你也不知道。他是在我妈妈4岁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哦。那你姥爷肯定结婚很多，有很多孩子，嗯，有点钱的人家可能是，你妈妈可能是比较小的孩子。我妈妈为他抄了大概120张小孩子。好了，人家隐私我们就不讲了。谢谢。好吧。现在啊，第二组的提问号码已经抽出，他们是113号、35号。155号、56号、13号、69号，请这一位听众到前台右侧做准备。好，那个先生先问好了，先生先问好。来，话筒开一下，话筒。我是1947年属猪的。1947。47年属猪的。猪。你想问什么？我想问一下我的前世是什么？问前世啊？你想知道干什么？好玩的，先问前世。那个，我先讲点今世的给你听听，好吧？怀才不遇，很有才华，明白了吗？做事情不顺利，老有人挤着你，明白了吗？性格比较内向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讲人家不鼓掌啊，讲得响一点。对啊，全部看得出来，清清楚楚的，明白了吗？是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的感情运也不好。是。人是个好人呢，很热心帮助人家的，勤勤恳恳，老老实实的，明白了吗？你老婆会欺负你的。对，听见了没有？对，我想想，对。好，你想问什么问题？就是看看前世是吧？是的。前世。一般不看了，后面人不要再看了。看前世因为没有意义的，浪费台长气场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你想看看自己，我就大概讲给你听好吧。你前世是个女人，是一个做官的女人。明白了吗？是。而且你很威严，是贵夫人，当然长得肯定比你现在漂亮。因为你就是前世一直布施修行，所以你有官位也有钱财，所以你这辈子你别看你怀才不遇，但是你钱不会少，对不对啊？是。嗯。好吧。谢谢。好，你坐下来吧，欢迎。台长回到悉尼又一场大法会，要将近1000人。
他们很喜欢跟台长在一起。你讲吧。哇，尊敬的卢台长。好。啊，能够见到你是我很多生修来的福气。谢谢。我今天问一个女士，她是1942年属马的，是女士。我想问问她的健康情况，如果说是跟那个前世的孽障什么带来的话，今生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她健康一点？首先我明确地告诉你，他身体很糟糕，是一个慢性病，不容易好的。那肠胃这里有灵性，肠胃这里啊有灵性，你知道什么叫灵性吗？鬼啊，有个鬼在身上。这个腰椎也不好。他的胆啊，胆也不好。说马的是吧？烦恼啊，很忧愁啊，整天烦恼，到晚年说不定会生这种忧郁症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就想请教卢台长，如果说现在状况是这样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好一点？有的是办法。我跟你说办法，大大的有。我就是说台长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法门好，就是说马上让你解决问题的。我跟你说慢慢的你到门口咨询处去问一问，我教你几个方法。念点什么经呢？首先呢要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。礼佛大忏悔文。还要烧小房子。但是我看到那个小房子，我还不懂怎么念小房子，上面有说明吗？有，待会儿门口他们都会讲给你们听。好。我现在想讲一下卢台长讲这个属马的女性的病，千分之一万的说得太准了。哇，谢谢。他表达的就是1000%准，10000%准，一被他一讲变成1/10准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好，那人家你说。谢谢卢台长大慈大悲。我想首先问问我妈妈，1932年属猴的，她身上有灵性吗？我已经给她抄小房子了。32年的。属猴。那你妈妈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什么灵性了，就是你妈妈好像有点妇女病。她摔过那个骨头折了三根，然后我就给她抄小房子让她念经，没有看病好了。原来大家听到了吗？她那个78岁摔的，正大屁墩三根骨头折掉。她是修行人，她也不去看病。然后我说我给你抄小房子，然后她原来就只能走平路。结果昨天打电话，她说你要见到卢台长，帮我谢谢卢台长。她说修您这个法门，她那个现在已经爬山了。哎呦，谢谢关心。谁病了陪住医院，因为他在家没事嘛，80岁他都去陪床，从晚上7点去，早晨7点走。他说年轻人爱睡觉，我老人不睡觉，我陪床。好多人做手术都是他陪床。80岁了，太好了。而且从不吃药，一生不吃药，全素，就是念经。而且他不是文化特别高，但是就是从早念经，没事就念经。太好了。谢谢卢台长。他也是一直他因为身上已经没什么了，要叫他注意泌尿系统。他的那个泌尿系统会出点毛病啊。还有一个卢台长，我就是经常给他抄一抄小房子都可以吗？还有一个我要劝你，是你妈妈是吧？对，我妈妈。我劝他一句，就是说最好以后生恶病的人少陪床。是啊，因为他的气场不好，会影响到他的老人家，这个阳气已经不足了。好吧，会惹事情。谢谢卢台长，因为我女儿也来了，因为我要让她跟您修您的这个法门，她现在也特别信佛。然后我想让。
想您再麻烦您看看他的学业，他马上就考进大学了。因为他呢是移民的小孩，我呢在十月份的时候开始给他送准提神咒大悲咒心经，就是全天候七个小时给他送经。结果呢他学业呢实际他不是太努力的人，但是他非常的好了，你抓紧一点时间，我都在看。好好，小姑娘给他问一个问题吧。好啊，小姑娘啊，小姑娘给他问，赶快你妈妈给你绕出来了。谢谢谢谢卢台长，他身上有灵性吗？你看，对，我是1991年属羊的，请问我是要干嘛？来吧，从过去。哦，小姑娘个性很强哎，脾气倔在里边呢，表面上不跟她妈妈顶，心里就一套的。灵性倒没有，孽障很多，就是以后唯一的就是感情运会很多麻烦，感情运，明白了吗？因为台长看到了你这个羊的边上还有几只羊，这个碰了一下你就跑掉了，说明你这么小已经有人追求过你了，但是谈谈就不好了。太准确了，鼓掌。他就是一堆男孩子围着的，就天天的追呀追呀，就简直是没办法。你还要不要我再讲一句啊？因为他妈妈也是这样。对不对啊？好了，换人。哎，您好，吴台长。你好。谢谢，我很激动。看到您，从大会的时候我就一直都非常信您，一直到这里听到您的那个讲座的时候啊，都非常非常的激动。谢谢。我想请问一下我女儿的这个身份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她的姻缘问题。谢谢。您女儿属什么的？属兔的。几几年的？87年12月10号。就是刚才那个小胖胖的那小姑娘。哦，小女孩是吧？对。他现在在这里，现在在这里，就是说他要在你想他美国那个身份问题。对，他现在是学生身份。啊，他几几年呢？87年。87年属什么？在讲属兔。87年属兔。87年12月10号属兔的。啊，这小姑娘拿得到的。哦，没问题啊。谢谢。你只要帮他多念念准提神咒就好了。好的。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。好的。叫他许个愿。好的。好不好？好。或者初一十五吃素，或者这辈子再也不吃活的海鲜了。不会，我帮他已经发过誓。我听完您的讲座，我就说，我家一定不许吃活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女儿很孝顺。谢谢。被你养着了。谢谢。好。好不好？好。能不能回去？还能说我自己吗？嗯，再问一个，谢谢。我那个每个人都绕一个，对，因为您那讲座里边，我听的就是绕一个嘛，绕到美国了。那个我是属虎的，还62年10月，哇，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辉煌啊。是，谢谢，谢谢，是。我还没说但是呢。但是现在走下坡路了，知道吧？是。那怎么不说谢谢了？谢谢。太太在不在这里啊？在呀。啊，我们一家人嘛，三个。啊，那就不讲了。因为在你辉煌的时候做过一些错事。谢谢，是对的。老虎不错，总的来讲不错，以后还有机会呢，还有机会呢。身体要当心啊，不知道是喝酒还是抽烟过。抽烟是吧？喝酒抽烟都来啊。啊，你的肺啊有一点点黑的阴影。好，谢谢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还有呢，你的关节不好。对。现在还贴着膏药。我跟你讲，说的非常对，胳膊上贴着膏药，看见了吗？手上贴着膏药，对，贴着膏药，非常对。对，好吧。好，谢谢台长，谢谢。好，自己要当心，你还有机会。你现在几岁啊？我现在48岁。48岁，我看看你什么时候走运啊？谢谢。48。台长高兴了。谢谢。48。
差不多一年吧。谢谢大家给台长鼓掌，谢谢，谢谢台长，谢谢。这是拉拉队。这三组的提问号码已经抽出，他们是157号、37号、60号、105号、77号、124号，请这六位听众到前台右侧做准备。啊？有吗？没有抽到的，如果有紧急情况的话，台长是现在还算年轻，待会儿结束的话，在这里再临时给大家回答回答。对啊，就看看你们排得上来排不上来。我在悉尼都是这样的，被大家围着，好吧？他们好了，待会儿您说吧。哎，台长您好。哎，您好。我想提问两个问题。我先生还有一个我。先讲我先生好，1947年属猪的，想知道他以后事业啊，或者是身体啊、健康啊这方面。你先生不在吧？在。啊，在是吧？叫他好好努力。先生呢，就是说有一点固步自封啊，就是说有点不会老往上跑。明白吗？不是太那个追求一些努力的东西。那么呢，那个另外呢，有一点呢，就是好像在和人打交道上面啊欠缺一点，所以他的人缘还有他的财源都受到影响。是他还抽烟？抽烟到好像戒过了，戒过一段时间了。要戒不掉，戒了又抽。属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属猪。啊，人不坏，你要捧捧他的。你不捧他的话，他脾气很坏的，会发脾气，会欺负你的，会骂你的。明白了吗？他事业呢？他是不是该退休啊？这些。他其实做小生意蛮好的呀。买个杂货店啊，弄个什么店做做啊。如果你叫他真的退了，退而不休的，他静不下来的。他不像你在家里一天没有声音切切菜烧烧饭没关系的，他不行的。是，对不对啊？那请问我自己最近心情不太好。我哥哥去年过世。把他讲完了，他讲完。你现在是看你还是看你哥哥给你找？看我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心情很低落，不晓什么时候走得出来。哎呦，你不要去老想他呀。你弟弟在你身上啊。我哥哥。啊，你哥哥在你身上啊。你跟他感情挺好的。是。好像走的时候他带了很多遗憾走了。没有，很人家说我们说的是冤鬼啊，在你身上啊，你这样长期下去，你要得忧郁症的，你赶快要听台长话，要念心经了，听得懂吗？不要难过啊！我告诉你，他晚上来的，他让你想他的，不是你自己想的，你自己当心点吧，这样时间长了不好的，赶快给他抄小房子，至少21章，看看能不能把他抄到。这个人或者抄到天上去，是好，要一定要念小房子啊！我讲给你一个事情给你听，你就相信了。你哥哥有一个习惯，好习惯，谁求他都帮人，对不对啊？是。好。我今天十分幸运啊！谢谢台长。好，今天早上有见那个已经参加心灵小结缘会，幸运。我是76年的龙，我台长，你能帮我看一下那个我的图腾，然后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76年属什么的？属龙的。小姑娘，讲你两个问题啊，讲对了，我希望你直言老老实实的，台长看的不会错的。第一，气量太小，明白了吗？听不得话。对不对啊？对，不好意思讲了。第二，性格太刚强，对不对啊？对的。
从小生出来体质就不是太好。还好。还好，要我讲你几个毛病吗？对。第一，肠胃就不好。我肠胃是不好。这就还好。大家说的那就还好。还要讲吗？你可以都不要讲。好的。那要讲点坏病出来了。好不好？好，涂成什么颜色？属什么？属龙的，76年。啊，这条龙飞倒是飞在天上，但是乌云很多啊，就是前面的云层啊，老把你遮住，所以你会有很多选择，又想做这个，又想做那个，又想什么都做，但是呢，好像老决定不了，就是这条龙啊，在乌云里穿不出去，对不对呀？老想做这个。对不对呀？我跟你讲，你呀、心胸宽阔一点啊，人家讲你没有关系啊、什么事情对人家好一点，你付出去的不要得到回报你就高兴了，如果你付出去的老等人家回报那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是什么颜色的呢？这条龙看上去是白色的，你是不是生出来的时候很白呀、不知道他说他没看过。好不好啊？那个还有小姑娘要记住啊，那个你阴气比较重，阴气的你最好的背啊经常晒个太阳，经常背，然后呢念大悲咒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真的是阴气比较重的。还有你有一个先天性的，就实际上你们家族里边肯定有人心脏不好，没有是吧？我告诉你的心脏不行。就说你虽然心脏看不出什么毛病，但是你经常有碰到什么事情啊，或者闷的胸闷气急。那个，你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有。有是吗？是什么呢？你自己能感觉到头上很多鱼也不晓得小的东西，小灵性在头上在怎么跑。那是鱼呀、你小时候，你妈妈生你的时候在怀里怀孕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天一条鱼啊？不是啊。那会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就是很多鱼在你头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一条鱼念3遍到7遍往生咒，如果你按照你现在这么来算的话，你要念很多几千遍，你就慢慢的念没关系的，越念精神越好。就念往生咒，就往生咒大悲咒，好吗？我的眼睛有点问题。对了，我刚才就是要说你眼睛的问题。你的眼睛，他在这个地方肯定对你眼睛有问题的。明白吗？就是念那个。眼睛干啦、什么，而且有时候还影响你的耳朵。耳朵倒没有什么。没有什么，就是我说慢慢以后会影响你耳朵的，好吗？腿啊。右腿厉害一点。对的，是右腿厉害。没什么大问题。小姑娘稍微放开一点啊，不要这么拘谨嘛，不是现在，回家了。好不好啊？还要问一个问题，再跳一个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那个能不能看一下我婚姻啊？啊，婚姻。婚姻是吧？对。属龙的是吧？对。哎呦，不顺利。哎呦，很麻烦的。过去有过一个。崩掉了，好像还拖着，拖泥带水的。哎呀，两个人老吵架。你性格也倔，他性格也倔。明白了吗？两个人感情很差，但是呢，台长不会叫你们离婚的，也不会叫你们不好的。我希望你呢，能够多跟他念念姐姐咒，明白了吗？分开了。分开了，看见了吗？分开了，他还老缠着你，他经常跟你打电话什么的，没有啊？那就算了，也没事了。好不好？
小姑娘念姐姐咒分开了不一定就是缘没了，很多人离了婚之后照样一直联系一直联系，听得懂吗？好不好？谢谢啊。好，赶快抓紧时间啊。哇，还有二十分钟。卢台长您好。我想请问啊，我的女儿啊，属龙的，1988年，想问什么？问她的学业前途。那你的女儿读书呢，时好时坏，但是呢脾气很倔，老跟你拧着干。是的。吃的太多了，吃的很多，有点纾解压力。纾解压力不吃。你不要宠他太厉害啊，他这个人成功了成功了，以后也是感情运不好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他现在好像在一个十字路口很彷徨，不晓得该何去何从。你现在最好叫告诉我哪个十字路口，我帮你点一下。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学业就是他学的东西跟他想学的东西不一致。哎，他在就业的那个路口，他好像觉得好像并不是他想要的，他有点怀疑他是学错东西了。你告诉我两个东西好吗？我看看，我帮他看一看，以后能成哪一个好吗？他现在学的是广告，但是他发现他去 interview， 他觉得那个他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他属龙，1988年。一个是广告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其实他各方面都蛮优秀的。他想学什么？我实在也不太清楚，我们两个没办法讲上话。看见了吗？台长第一句话你们还听到吗？话都讲不上了，你还知道问，这就叫欠债呢，还的，有的还的，听得懂吗？我是妈妈，而且还得很开心的，妈妈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还得很开心的，随缘吧。我看他的广告啊，广告可以让他做的，没关系的。他如果转行来得及吗？最好不要转行，广告做得出来了。他以后就知道了，他现在一两次的挫折没问题了，他至少要三次挫折以上，好不好？那可以看看我自己的。你就绕一句，快点啊！你讲话太慢，影响人家时间了。在悉尼的话，保证被人家轰下去。讲啊。1958年，属狗。哇，你的婚姻也不好。你很孤独哎，感情运不好啊，很孤独啊，而且是劳碌命啊，一辈子操心操力啊，做得像男人，吃得像男人一样的苦啊，明白了吗？你的老公会跟你有离散的缘呢，不要难为情啊，就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关系？身体的。就问问一个问题。那你的内脏很多问题就出毛病，你的内脏你以后要注意，一个是心脏，还有你的肝，明白了吗？还有腰，还有就是我看就是这块地方特别当心一点，好吗？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你晚上不要睡得太晚啊。你天天晚上几点钟睡的？大部分都是两三点吧。准不准啊？两三点钟太晚了，小姑娘，明白了吗？希望你们好好念经啊，一定会转化过来。台长给你们看出来不是目的，看出来让你们好啊，看出来准你们找算命的，有时候也很准嘛。对不对啊？要看出来之后要改，那才对。好，你说吧。台长你好啊，我只是想问一下我自己啊的各方面的问题，我是1974年属虎的。你
想问什么？七四年属虎的。或者是姻缘啊，财运啊，你帮我看一下。麻烦了，看到一个图腾，怪怪的，一个闸门一开，一大批猪啊赶进去。对呀、啊，你知道这个图腾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的祖上啊，肯定有人杀猪的，或者是做什么这种杀业的，所以你家里的孩子或者你传三代，就有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皮肤上会生皮肤病。你们家里家族里面有人生皮肤病吗？比方说红肿啊、带状疱疹啊，或者这种毛病。我爸以前有病的时候就有带状疱疹。看见了吗？这个准的不得了，好啊，哈哈哈，挺好看的。美国的这个网友听众多可爱啊，很自然的，而且喜欢这样。你说下去还有什么问题？我是想看一下我自己认出了这个图腾。这个就是说会影响你身体的，像这种祖上如果不缺德的话，或者做这事情，他们也是为了生计，没办法，会影响到你的，就是说影响你三个问题：第一，你自己的事业不顺利；第二，感情运不顺利；第三，子女运不好。实际上你这个方面都有一点。那我是要怎么去改善呢？怎么去改善？你最好的方法要念一个准提神咒，还有大悲咒。大悲咒呢是增加你自己的力量的，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，还有你要念那个往生咒，帮你爸爸或者爷爷做的杀业要超度，你听得懂吗？一定要好好超度，好不好？我想问我下面那个女儿，但是也是属虎的，就是今年才出生的，但是我们之间以后会关系会好一点。你属什么？我也属虎。他也属虎。对。哎，他们下面的我们的听众都懂了，听不懂我讲的。什么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不伤他们就是你哟、年轻啊，气壮啊，厉害啊，明白了吗？你跟他前世有冤结，哎呀，你跟他前世是兄弟啊。我跟我女儿前世是。对对对，你别看你讲话很温柔，你脾气很倔的，他脾气也倔的，他摔盆子。你摔板凳，板凳，反正都是摔那些不值钱的，好不好？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，问一下，因为他是四九年属牛的。好了，不问了，不问了，问两个，留给您大家。好，谢谢你，也是的，好好念经啊。台长您好。你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是属猪，1947年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，想知道说我这一生现在快要退休了，那以后怎么个走？1947，属猪的是。哇，桃花运很高，一路走来一路飘。人倒是个好人，很肯帮助人家的，创造出一点业绩的，赚得到钱的。谢谢。哎呦，感情也麻烦。你现在呢，实际上你这个人闲不下来的，你真的到了退休年龄你也下不来。你现在是自己打工还是帮人挣钱，还是打工还是自己做老板？都有。都有是吧？自己一个办公室这样做的。我看看你就是做一个老板，但是呢，就说，小生意，小生意啊，就是发不大，就是是发不大，是因为你这个一路走来一路飘了嘛。我跟你说，你少飘飘，你钱就多一点；多飘飘，钱就少一点，真的。他自己都知道，所以呢，我跟你说，你晚年呢，基本上不飘了。然后呢，你晚年就好好把这个生意啊再扩展一下，做一下。我看你这个生意做得出来，因为你很驾轻就熟的，做了很多年了。是，二十多年。
人挺好的。谢谢。会有贵人帮助，钱也钱是前世修的，前世布施的人。是。你有一次机会啊，可以赚很多的钱，但是你这个机会没了。是最近是吗？不是，是反正就是几年吧。三五年是吧？对。是，有一位先生这么跟我说了，不是没有赚到，没有赚到，看见吗？弄掉了，飘掉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怎么再见？不结束了。大家跟台长在一起啊，很亲切，像大家自己人一样。台长不喜欢摆出那个架子啊，头起，台长到，随便你们大家跟台长前世说不定都是有缘的人，你想想看，说不定你们还是我的谁，我还是你们谁呢，对不对啊？当然不要讲最好，所以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就可以了。人活得开心，哎呀，那是最大的享受，就在天上。人天天苦恼，就在地府，在地狱。好，您说吧。哎，台长你好，我是56年属猴的，我想让你给我看一下身体。56年属猴的是吧？嗯。哇，能力很强的猴子。你现在是移民过来了吗？没有，来探亲。台长问话你们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在国内是个干部，很有能力。是讲响一点。是。领导讲话就响一点。命很硬的，你的命很硬的。你先生不在是吧？在。那就不讲了。很倔，很有能力，管家、管单位、管什么都行。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属猴。你想知道什么吧？问吧。我就想知道一下我身体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要注意你的乳房啊。会出毛病的，会增生什么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腰。腰，对，我腰不好。还有就是脖子。对，整个也不好。还有头痛。是有吧。明白了。台长给你一个建议好吗？好。头发剪得短一点，你还会好。头发太长的话，实际上头发人家说是烦恼嘛，头发太长的人烦恼多呀。你们知道相学里面讲，头发长的人呢，实际上头发长的人就是很劳碌的。你看看为什么和尚把头剃掉，就把烦恼全部去除。但是我叫你们不要去除。所以头发要短一点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有些事情有些话大家内部讲讲就算了，就是当兵的人戴个钢盔的话，实际上这个天灵啊是接天气的，就接天上的气场的。人的聪明哪来的？不就这个脑子吗？这个气吗？你看他为什么当兵的人这个一戴冲就冲了，他不想啊，明白了吗？他的那个时候他的思维啊，实际上是受到气场的阻碍，明白了吗？台长，我也绕我女儿一下。我女儿是79年属羊的，看看她的身体和她的事业。79年属羊的。事业会有成的，你不要担心。会有一个男的帮助她了。对。不说对我就不讲相声。开玩笑。就是要注意他的感情运会很差的。感情运就是要换。不好意思，没有办法，就是他命中要换。